子冲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怎么了？喂！ 小姐，她每天只要一醒来，就会把前一天的事情忘得精光，记忆只停留在梦幻里面。看来你是得罪了高人，被施了妖术在身。怎么了？有人想破我的法。某商人有个美貌绝伦的女儿，名叫阿宝。清明节这天。 没事，没事。哎，高公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谢。哎，你们主仆两人怎么这么狼狈啊？还说呢，我们本来想给这只小羊去抓药，哪知道今天大街上那么多人，哪条路都走不通。那当然了，今天是赵员外主持牡丹花会嘛。牡丹花会？哎，这头羊一动也不动，死了？不不不，还有一口气，所以俊宁是朋友的，一定要帮帮忙。我们去药店。好，没问题，走。 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好了，走了，快走啊！喂，你们回来！小姐，你们是吧？我没事。嗯，真奇怪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张大夫，大夫，要鱼腥草、金银花、金菊花、金芥花、紫苏茶、防风、蝉翼、桑叶，马上就来。阿贵，把它放下。别动啊！快拿针，针，什么针啊？针，我来，我来。 小心，小心！乖，啊，喝了药就好了。张开嘴，张开嘴。来，喝完药啊，就可以回家见你的主人，又可以在草地上欢蹦乱跳的吃草了。啊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好了，好了，子楚啊，你可真是个。 神医啊！你能起死回生啊？哪里哪里，张大哥，是你们家的药好吗？哎，他们走得这么急干嘛？
牡丹花会嘛，要是他们对动物能有对牡丹花一样的热心，那天下所有动物都有太平日子过了。哇，他们不是喜欢牡丹花，而是喜欢主持牡丹花会的赵小姐。争得那么辛苦，只为一副皮囊。我没兴趣，我呀，还是去看看那几只小牛，还有张大叔家刚刚出生的小猪。喂！ 你宁可看猪看牛，也不看仙女下凡的赵家小姐啊！喂，可能她有美丽的外表跟美丽的心呐。那样的话，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完美。不过缘分可遇不可求，有缘千里能相会。不打扰你看花会了。喂，喂，你还真走啊？白痴！ 弄脏了，是吗？啊，这件衣服值二两，给他四两，其他下岛的给五两。喂喂喂，到我们要饭呢。你不是吗？我已经赔你们衣服了吗？都是为赏花而来，不要伤了和气嘛。哎呀，赵爷呀，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呀，常来公子，客气客气客气了。来来来，拿花来。啊，青龙。 墨池，赵老爷，今天你牡丹花盛会，小侄怎么说也要带一盆给你老人家贺喜呀！哎呀，如此珍品，老夫不敢接受啊。这盆青龙卧墨池，虽说是极品，不过呢，就论色泽、论香气的，都只不过算一般般了。这么说，柴公子，你认为什么样的牡丹才算是极品呢？那黄楼子、青浦艾。 西瓜瓤和绿蝴蝶，那真是四大极品了。只可惜后两者已经失传。不过这样，黄楼子和青浦艾被我找到了，但可惜那花农说是祖传的，不能卖啊。就是嘛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我们家少爷能看上他们家的花，那是他们祖上都积了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柴少安想要的，什么时候得不到啊？哎，是是。 我为了你呀，整个种植场都买下来了。很快，这两种极品就可以在赵老爷您的手上了。三月牡丹成艳态，壮观人间春世界。既然今天是观赏牡丹盛会，也让我来为大家说个牡丹花的故事好吗？ 既然赵小姐肯开金口，我们当然是洗耳恭听了。那我就为大家说说《镜花缘》里的故事。《镜花缘》里，女皇帝武则天骄横霸道，目空一切。有天她喝醉了酒，竟然向苍天下命令，要百花竞放，凡有不听命的鲜花，就要全部毁掉。 天庭上的一众花仙因为害怕女皇帝的专横霸道，所以都向她相继屈服，但求息事宁人。就唯独牡丹花不肯屈服，最后也只有牡丹花不肯开，让女皇帝知道，不是自己有权有势，就可以肆无忌惮、为所欲为。就算在人间当上皇帝，苍天之上还有个天地。 不由人肆意妄为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赵家小姐的故事说得真好，发人深省啊。这样看来，牡丹花可以说是一种不因强求而屈服、别具节气的花，可真是令人敬佩呀、啊。
在下以为听了赵家小姐说的故事，牡丹花的可观性更高了。哎，那些持世凌人不可一世的狂妄之徒真叫人切齿，你说是吧，柴少爷？赵小姐讲故事这么动听，少安真是要向你好好请教啊。好了，我故事说完了，不阻各位赏花。小姐，贝贝，阿宝，姐，你真是的，我不过说了个故事，各位公子不会见笑的。真是说得太好了，贝贝啊，我说的好不好啊？哇，这只鹦鹉好乖巧啊，先打个招呼。喂，看你懂不懂说早啊。那这样啊，你叫我少爷，我把这些瓜子儿都给你啊。抓住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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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，贝贝，快跑！抓住他！别抓了！不要！不要！贝贝！贝贝！贝贝！好咒啊！好咒啊！快点啊！这是哪个畜生的马在这儿拉粪呢？柴少爷，这是你家的马拉的粪吧？小姐，贝贝流血了，贝贝，贝贝，怎么办呢？贝贝翅膀断了。哎呀，女儿啊，阿爹和你姐整天都忙着你的终身大事，你就挂念着玩啊？我没有顾着玩，他伤得很严重啊。哎呀，小姐，这是金疮药。好。小姐，我听说城西有个大夫是专门医小动物的。好啊，那事比一迟，赶快带贝贝去看大夫啊。好，快点。阿宝，现在有空可以谈谈你的终身大事了吧。爹，照你刚刚说的，败家子穷书生你都不中意，更别说我了。不，我一定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来做我家女婿。爹，你就不要再逼他了。对啊，难道你要我像姐姐一样？姐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回房去啊。我柴少安呢，从来要得到的东西没有说得不到的，是不是？你个赵阿宝，穿好一点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要得到他，我娶他当老婆。对，我要他一生一世都服侍我。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那个小丫头就是个小贱人，就是目空一切，以为自己长得漂亮，对不对啊？其实啊，倚红楼的姑娘是要多漂亮有多漂亮，就是，对不对？说到底，她不就是个丫头吗？你说什么你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能说啊！阿宝小姐是你们可以说的吗？啊，谁再说，我就把谁的舌头剪下来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少爷，可是我自己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将来是她丈夫吗？我怎么说都没关系啊！将来你们说话要叫她夫人的，知不知道？少爷，知道知道，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啊，我给你去沏壶茶，溜得那么容易啊？啊，走开，你不要走啊！手指拿来。啊，少爷，拿来。不要。哎，大口的咬他。好了好了，别叫了啊！快点，我知道你疼。哎呀，快点，好痛啊！别吵了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啊，我知道你疼，啊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行了，别再叫了啊！
请问这位是？这位小姐有什么事吗？贝贝，别吵，别吵了啊！贝贝，没事。不好意思，在下刚刚给动物做完开皮接骨的手术。啊，你看没事了啊？那你就是孙大夫了？正是在下。哎，小姐怀中这只鹦鹉好像是受伤了。是啊。别乱动！小姐，你把它抱住啊！它不可以乱动的。小心，忍着一点啊，忍着一点，马上就好。好了，现在好了，还动不动啊？怎么样？阿爸，你翅膀刚刚包扎好，你就乱动。我跟你说啊，到时候伤上加伤，你的翅膀无法愈合。到时候变成脱毛的丑鹦鹉，可不要怪我哦。贝贝漂亮！我知道你漂亮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恢复原貌的。不过呢，你翅膀伤得那么深，就要把羽毛缝上去，要让伤口恢复得毫无痕迹，真的蛮困难的。什么？很痛啊？不痛，贝贝不痛。贝贝。你真乖，真坚强。阿宝，你常常说的这个阿宝是不是就是你的主人呢？他一定待你很好吧？好啊。贝贝，子楚告诉你啊，你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好的主人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，乖乖的听话。那我答应你，一定帮你治好翅膀上的伤，让你恢复的跟以前一样，让你可以在别人面前展示你漂亮的翅膀，好不好？走针引线又各有步法，粗针部可以引右针部，针针相连紧扣，还有锁针锁出来的纹路完全不一样。所谓穿花纳锦，那就是以穿纱的方法做成刺绣的花样，所以要绣出一幅挑夺天工的花样啊！除了上好的针线，那就是刺绣的功夫了。哦，描鸾刺凤，飞针走线，真是不简单呐。你不都说我是白痴吗？还跟着我干嘛？是你自己说过缘分天定，去问老天爷几时给你一个贤妻又何妨啊？对不起，我可不信这些东西。来吧，我们都来到庙会了，求一支签吧。哎，求签我没有兴趣，但是倒对这个猜谜蛮感兴趣的。你不是说我是白痴吗？来试试看。一条狗四个口，器皿的器嘛。卷子再加四个口，哎，对啊。九泉之地，一块木头的块吗？这位公子真厉害。鬼之土地，哎，也对啊。哎，九十九。你让我想一下吗？喂，猜不着吧？走吧。九十九，猜一字。小姐，什么字啊？白色的白。人家姑娘都比你聪明哎。对啊，一白减一就是白了。小姐，你好聪明啊。她就是我所说的赵小姐。哪有？快，我们去找她。哎，那么多人怎么找啊？喂，那行。小荣姑娘，孙大夫，原来真的是你啊！哎，小荣姑娘，愿望真多啊，要折这么多纸船？不是的，我是替我们家小姐折的，替小姐许愿。可是我不是很会折，纸船放到河里很快就散了。
没关系，我很擅长的，我来帮你吧。好啊。那先把它对折，然后再折一道。孙大夫，我让你猜个谜吧。说。99猜一个字。是白色的白吗？孙大夫，你跟我们家小姐一样聪明。我刚才听见有一个人在背后问，声音很像你，原来真的就是你啊。是啊，是我在问我们家小姐的。哦，那你们家小姐的确很聪明。你已经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了。哎，对了，孙大夫，你也替自己折一个吧，为自己也许个愿啊。天助人助，人要自求多福。小荣，小姐，小姐你来得正好，这位就是孙大夫。哦，你就是城西的那位孙大夫啊，谢谢你对贝贝细心照顾，他没有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？没什么麻烦，他的伤也没什么大碍，相信再过一两天就可以送他回府了。谢谢小姐，你看我折了好多纸船，天助人助还是要自求多福啊。小姐，你怎么说的话跟孙大夫一样啊？是吗？孙大夫，我们先行离去了。子楚，原来你在这里啊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喂喂，怎么了？喂，喂，子楚，子楚，子楚。回来了，去倒点热水给小姐洗脸。是。子楚擅闯贵府，请赵小姐谅解。小姐，你看。哎，小姐，有这么多礼物，还很名贵的，不知道是谁送的。还有谁？爹，姐姐，都是柴少安送来的。他又来跟我求亲啊。求亲？你们该不会答应他了吧？那个姓柴的既无德又无能，怎么能配得上你呢？我早就回绝他了。要我嫁这种人啊，我宁愿一辈子都不嫁。放心，爹一定替你找一个好的郎君，既要富且贵。这里没有啊，川州过省就是找到京城，我要找一位有才有德，配得起我宝贝女儿的人呢。最主要的是要疼爱小姐，而且还要不是轻率的人，小姐对吧？就你最了解我，能够做到这些当然是最好了，怕就怕世间难求，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人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。女孩家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好郎君，不能让我的宝贝女儿孤独一生啊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婚姻关乎终生啊，家财万贯又怎么样，要是那个人品性卑劣，这我下辈子该怎么过。姐姐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才德兼备的男子实在是难找，姐姐就怕你蹉跎了岁月，耽误了出嫁之期。总而言之，我喜欢的人是要有爱心、有骨气、有志气跟率直的人，有没有钱财我并不在乎。少爷，高公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家少爷怎么会这样呢？
我也不清楚啊。刚才到了牡丹花会，再去河边没多久，他就像木头人一样，动也不动。他好像中邪了似的。啊？中邪？那怎么办呢？少爷，少爷，你醒醒啊！少爷，快去请大夫来再说吧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现在就去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怎么到我们的屋子里来了？阿贵，什么事啊？他这个是谁啊？贫道陆本善，碰巧经过这里，想借口查核。哎呀，没查没查，我们现在救人呢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没查。等一下，施主，请问府上是否有人出了事，又或是撞了邪？啊？这位道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贫道习茅山之术，对有些事情是有感应的。不知贫道可不可以帮得上忙？哎，帮忙！哎，好啊，那就麻烦道长这边请吧。哎，嗯。道长，怎么样？麻烦他。恕贫道直言，这位公子的魂魄已经离开了身体。啊，道长。那我们家少爷是不是死了？他没有死，只不过他的魂魄去了其他的地方。怎么会这样？要怎样才能召回他的魂魄？办法不是没有。阿宝小姐，不要再没关紧锁了。你看，这满园的花都开了，多美啊！喂，喂，喂，赵小姐，你看到我吗？你看到我吗？听到我跟你说话吗？道长，做完了，已经回来了。你们进去看看吧。啊！哎，快快快！少爷，子主，少爷你醒了，快！少爷你终于醒了。没事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怎么忽然回到家里来了？你呀、啊，你还说把我们吓死了？是啊。陆道长，您先用点点心。贵哥。突然之间这么客气呀、啊，又奉茶，又送上点心之类的。要多谢道长的救命之恩嘛。哎，对，谢谢。这是我们修道之人应该要做的。原来我是真的灵魂出窍，难怪赵家所有人都视我如无物，原来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呀。孙大夫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次经历很有趣，不可思议？子楚，看你平时老实，你竟然色胆包天，灵魂跟赵小姐回去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，没有把我给带去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看着她，然后看着看着，不知不觉就跟她去了。对啊，哎，离魂是怎么回事啊？感觉怎么样？其实跟平常差不多了，就是所有人都看不到你，所以有点怪怪的。嗯，道长怎么会这样？机缘，机遇。不管怎么说。子楚还是要多谢道长的救命之恩。哦，客气了，客气了，请起，请起。我刚才说过机缘、机遇，贫道就送两样东西给你们，可以驱魔除妖的。平安符。没错，保你们平安的。多谢道长。
如果可以，真的希望再见赵小姐一面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又想离婚啊？不是了，我是说正正当当的和她认识。哼，你这个木头人，这次动了真情了。我早说过了，如果你早一点认识赵小姐的话，你一定会喜欢上她的。我对赵小姐是一见倾心啊，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开花结果。这样吧，孙大夫，不如就让频道帮你算下你们的缘分。好啊。道长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好结果啊？结果怎样？陆道长帮我计算跟阿宝小姐有没有缘分，可算的结果又不肯说出来，究竟是怎么样？是。哇，怎么下那么大的雨啊？少爷，快走，那边。哎，少爷，有个亭子，我们进去避一下吧。啊，快，哦、快点。孙大夫，啊、哦，孙大夫你好，赵小姐，有礼了。哎，我的鹦鹉伤怎么样了？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带它回家？啊，要医好它并不困难，问题是在于用普通的缝合方法，就会在它的身上留下疤痕，可是这么一来，它就不那么漂亮了。所以我现在正在想办法，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改良缝合伤口的方法。有劳孙大夫费心了。禽兽大夫，干嘛老盯着我们家小姐看啊？我，孙大夫，我的脸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是在看小姐，啊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是在看小姐，在看小姐手上的手帕，不知是否介于孙某的看、啊？我们家小姐的手帕怎么可以随便借给别人看呢？不打紧，孙大夫随便看。多谢。这种针布十分特别，表面上看来是交叉针布，但是摸上去手感十分光滑，特别配合这种丝绢布料。孙大夫可真聪明，其实这是人字针布，人家一布他却分了三针，所以绣出来就细腻得多，摸起来也更平滑了。原来要分拆针布，出来的效果有这么大的不同。孙大夫你可真够特别的，堂堂男子汉居然会有兴趣研究这刺绣之道。小荣，别乱说话。不要紧，我只是为了医好鹦鹉，所以才会留心这些细微之事。孙大夫在此刻还不忘我家鹦鹉贝贝，人心人数，要怎么答谢你才好呢？啊，既然孙大夫这么喜欢这条丝帕上面的刺绣，不如我就把它送给你。那孙某就不客气了，多谢小姐。真是观察入微，心思细腻，又如此的有爱心，实在是难得。赵小姐夸奖了，孙某只是略尽绵力。其实赵小姐才是机敏过人，那天庙会上的那道难题很难得猜中。怎么，孙大夫那天也在场？实不相瞒，子楚当时正在为那道难题煞费心思，还是不得答案。其实啊，只要懂得出谜题人的心思，再难的题目也很好解开啦。子楚愿闻其详，还请小姐指教。这雨一下子这么大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了。我们等会儿边走边聊。其实那天晚上真的很危险的，我一心一意的念书，居然连背后失火都一点都不知道，还好阿贵来提醒我。对啊对啊，真的很危险的。哎呀，这么危险啊，你怎么会那么糊涂呢？我就是一个这种人了，平时只要专注什么事情就投入忘我，不食不眠的，所以我的朋友都管我叫做孙痴。照理来说，你做事情这么专注，读书应该很有成就，怎么会当起禽兽大夫来呢？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蛮好玩的。大概啊，在我六七岁的时候，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猪，那我就非常喜欢它，每天跑去给它喂吃的。突然有一天，
我发现他不吃不喝，我就要去观察他，然后想办法让他吃东西。然后，是不是从那件事情开始，你就埋头埋脑的研究，之后就对禽兽认识也越来越多，甚至当起禽兽大夫来了？赵小姐果然聪明，居然连这个都猜到了。我随便猜猜。其实动物世界是蛮有意思的，比如说猪，你别看它喜欢往湿的泥地里面钻，其实呢，它是因为怕热，湿泥可以让它凉快一些。还有啊，湿泥可以除虫除湿，其实是它的自我保健之道哦。原来猪这么聪明啊！是啊。哎，对了，青蛙，你别看它两个眼睛大大的、圆圆的，其实啊，它的眼神一点都不好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它只会看那些会动的东西。静的东西啊，它就看不见了。所以青蛙通常都会吃那些会飞的小虫子。原来青蛙叫得那么大声，全都是装模作样的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动物世界是蛮有意思的。真是有意思。孙大夫，谢谢你今天陪了我一整天。我今天真的很开心。哪里，要小姐听我的凡人梦话真是过意不去。不会啊，其实我也很喜欢小动物的，而且我还想知道的更多一些，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你多聊聊。好啊，子楚十分乐意。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明天我要出城去买一些特别的丝线，要不五天之后我们在碧雨亭再碰头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五日之后啊，小姐，走了。我家到了。我该走了。五日之后啊。五日之后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小姐，子楚，风雨无阻，不见不散。阿贵，阿贵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没有？我听到了。他约我五天之后啊！太好了！怎么办？只有五天了！快走。少爷，原来那个赵家小姐看上了那个禽兽大夫，怪不得推掉少爷你的求亲了。岂有此理！竟然喜欢那个穷光蛋，对我不屑一顾。岂有此理！我还对你一片真心啊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呀！不要啊！什么都不要，滚开，滚开，全都给我滚开。姑娘，慢慢的。我的好少爷，你真有良心呐。乳娘，我真的好想你啊。你怎么了啊？谁欺负你了啊？怎么了啊？赵家吗？啊，他们有个女儿叫阿宝。那我一眼看到他我就喜欢他，那我就千方百计的去讨他欢心啊，谁知他不理我，这不打紧啊，他欺负我，他塞我在马粪里。什么？这不打紧，这不打紧，我真的很喜欢他呀，我受点苦真的不要紧啊，所以呢我就找了个媒婆上门去提亲嘛。他一口就拒绝了，不识抬举。就是吧，他不理我不要紧啊，他喜欢那个，喜欢一个穷光蛋啊，专门治禽兽的禽兽大夫啊。乳娘的亲生儿子死了，你就是乳娘的亲生子，谁要是敢欺负你侮辱你，就是跟乳娘过不去。哼，那个阿宝臭丫头，以为自己有了几分姿色就有什么了不起，
谁敢欺负你，乳娘就要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好啊。小姐，可以睡觉了。小荣啊，你说我穿这件衣服好不好？这件衣服是小姐最喜欢的了，也是小姐穿上最漂亮的，孙大夫一定喜欢。你说什么？如果小姐想的不是五天后的约定，那小荣就不明白了，小姐用心装扮给谁看啊？我为什么要穿给他看？他又不是我的谁。孙大夫不是小姐的意中人吗？那我就觉得奇怪了，小荣今天看到小姐开心的连家在哪儿都找不着了，不是为了她，是为了谁啊？你还说。小姐你就别害羞了，孙大夫又不在这儿。赶快帮我卸头饰，我要上床就寝了。睡啊，做个好梦。你也是啊，早点休息。嗯，走了。